好，咁就咧就啲字忙嘛，今日嚟抽个新嘢啊，咁啊最近又出咗两只新嘢啊，年末年始啊，即系年尾出嘅，咁啊可能啊准备贺埋个新年啦，准备啊，咁古代暴龙啊，古代加鲁鲁啊，终于有两只零四嘅数码兽可以又出下啦，啊两大主角暴龙同加鲁鲁啊，咁之前仲出咗只番长狮子同番长花仙，其实只花仙我都想抽下。啊，咁有睇过下啲技能，其实花仙唔错嘅，同埋佢好似系必出嘅。只要你抽到第五轮啊，呢度加埋系五二四六七八粒石啊，七八粒石，跟住抽到第五轮咁嗱，初回确定啦，献身番长呢年冇啊，60咧，佢一定俾你。佢招呼技能唔错，佢招呼技能做奶妈，全体补血。跟住解状态，佢其中有个状态就可以解嗰个即死状态，即系佢可以恰翻嗰只Next Order 嗰只奥米加，嗰只黑色嗰只奥米加啊，咁即死终于唔系再系最屈机嘅技能啦，咁啊终于有只嘢可以敲翻个转头。跟住呢个都仲未系最屈机，系佢仲要再全体加一下必闪，全体补30%，全体加必闪。解呢个迷失状态啊，即系解个即死状态啊，呢下先屈机喎啊，咁有啲想抽埋咁如果佢夹住红莲 X 嘅话，红莲 X 放完技能又加，跟住佢补血又加，跟住又到翻红莲 X 跟住再加咁样，我应该唔错啊。咁虽然佢系献身啊，即系真红莲帮唔到佢。加嗰个 CD 时间，但系佢自己被动技能嗰度有两次啊，可以减少技能 CD 时间70%啊，佢自己被动已经有，唔使即系真红莲夹住红莲咁样，即系帮佢加 CD 时间，帮佢减翻个 CD 时间啊，所以应该唔错嘅。咁啊，同埋只加鲁鲁，我啊想抽下古代暴龙嘅话，因为佢勇敢，我见啲技能好似唔系夹。唔好夹我依家添队伍，我依家添队伍都系冷静为主啊，依家都仲系冷静比较屈机啊，系啦。不过如果中到嘅话，话唔定迟下会有一翻身都唔出奇，佢迟下都会慢慢继续出其他新嘅数码兽啊嘛。咁虽然暂时仲系冷静最强势，咁加鲁鲁嘅话嗱，跟住又系有个必闪啊，个性冷静啊。即全体冷静啊，再加一下必闪，跟住佢系加埋气用咯，啊气用同冷静啊两个性格一齐加，跟住佢打翻啲勇敢嘅敌人有1.2倍伤害啊，都系啲永久嘅，啊必闪系7回合，啊跟住全体咩 T C 伤害耐性60%啊，跟住感电同埋嗰个唔知乜鬼嘢，另外嗰两个无效化又系有3个状态可以无效。咁招必就越打越劲咯，两只2000% 伤害啊，跟住每次用完之后都会加多25% 嗰个 TEC 啊，由最大可以加到75%啊，跟住系永久，佢唔死嘅话就可以系咁加上去，越打越痛啊。跟住副技能系全体60% 封必，其实都几劲下喎，睇上去佢打全体60% 封必喎，系啦。即系可能打一次差唔多有一大半都俾佢封晒啲技能咁滞，即系如果你冇嘢挡嘅话，咁暂时呢只啱我添队伍咯。即系可惜之前只千年兽中唔到，啊之前千年兽中唔到，如果之前千年兽中到全体冷静加两次必闪，跟住佢又加嗰度3下必闪，跟住加埋红莲 X 放技能，依家攞埋只番长花仙走去放副技能，狂加必闪。顶佢肺！啊，抽嗰只花仙先啦吓，花仙反正必中系啦。哇，感觉好似好屈机喎！千年兽加古代加鲁鲁嗰度已经3下必闪啦，就算你本身冇防御技能都好，跟住真红莲一嚟放一招4下必闪，跟住到花仙放，花仙又可以补血解状态。5下必闪啦，都仲未计你真红莲同红莲 X 佢自己本身又有2下必闪啊，7下必闪啊，螺旋兽都冇用啊，完全可以闪晒螺旋兽嗰招啊，
即系感觉真系要出翻啲系咯，出翻啲其他性格啦，唔系讲笑。即系太艾屈机啊，依家冷静，太唔公平，完全冇平衡性啊！啊，但我咪种埋只番长狮子啊！种到嘅话可以当收藏。番长狮子好似系玩输出嘅，因为我见佢嗰个暴击啊！佢暴击好似系有四倍伤害，暂时最高伤，即系如果净系讲暴击嘅话，啊唔系、哦，之前好似啊只杰斯好似唔知系有好多，诶睇先，呢只系咩？我操，巴鲁巴，好啦，最后一轮应该中唔到啊，就系攞只花仙算啦，如果系咁啊。够啦，咩想要只花仙呢？翻转狮子感觉上应该 PVP 唔系好够用，应该都系攞嚟打活动或者打嗰啲激斗战系啦，系啦，必出抵俾啊七八石啊，仲要帮你进埋添啦，已经进埋够极体啊，唔使自己又拆嘢。使自己拆徽章啦，全体补 30% 血，跟住全体毒，跟住另外嗰两个唔知啊，有一个系即死嘅，即系嗰迷失状态啊，解除四个状态解除，跟住再全体加一次必闪永久嘅，真系屈机唔系讲笑，真系屈机啊！但系就冇输出咯，完全冇输出咯，招嘢啊，即系纯粹系奶做奶够啦啊，跟住打四只。50% 触电啊，跟住啊系咯，同埋佢自己死咗会补血噶，会复活噶啊，战斗不能，跟住40% 自动复活，系咯，仲有一多多一条命佢自己本身啊，跟住嗱，自己有两次技能使用后啊，冷却时间减少70%，又系永久嘅。我即系嗱，如果佢死咗之后，唔知佢死咗之后啲技能会唔会重置咧？啊，呢、這个我真系未试过啊，呢、這个我唔知啊。即系嗱，即系譬如我一开始用完呢招，跟住再用两次啊，跟住用咗招70% 嘅 CD 时间减少嗰招技能，因为佢得两次啫嘛，用完之后咁跟住我死咗，我翻生，唔知会唔会重置？如果会重置嘅话，屈机啊，会重置，跟住又继续用呢、這个咯，又补翻啲血。又加翻个必闪咯，你净系磨技能，都已经磨到对面冇晒技能用啦，相当唔错啊！真系唔系讲笑，升下呢只先真系。翻转狮子就中唔到啦，算啦。翻转狮子我感觉上都系纯粹，睇先，哦，全体暴击率60% 提升，暴击，自己个性勇敢冷静，敌人伤害两倍，永久。弃用嘅队友用咗技能之后减少75% CD 时间 ，OK 喎，但系佢完全冇防御技能咯，系咯，佢完全冇防御嘅，爆输出，谷晒落输出度，跟住弃用，同埋帮队友扣 CD 时间，好似有啲加其他性格嘅都好，嗱，暴击四倍伤害啊，嗱，好似暂时系最高啊，好似啊。跟住仲要每次都会再加25%，跟住最大加75%永久。打激斗战应该唔错嘅，但系打 PVP 打竞技场啊，感觉上争啲咯，冇防御技能啊，好容易一嚟就俾人秒 Q 咗，咁冇用。古代加鲁鲁啊，系啦，仲有几多？500石，哇，抽多两转啫，是但啦，搏下啦。全部好见有啊！诶，耶！哇，一发入云，诶，得悭翻，咁啊，
博唔博埋只古代暴龙咧？但系啊，唔系喎，啊唔得啦，唔得啦，唔得！我要留翻啲石就去买佢嗰个进化道具，系啦，依家可以用200石走去买佢啲进化道具，嗰啲辅助道具，唔使走去拆徽章啊！算啦，留翻买道具算，古代暴龙唔博啦，唔博啦，唔博。啊，跟住等之后啦，等之后啦。唔错，今次唔错，啊中晒，想要嗰两只中晒，啊，即系新年快乐啦吓，预早讲定呢个新年礼物，圣诞礼物，啊，咁啊，今集聊聊先啦吓，之后我再啊执一执添队伍，到时我再去打 PVP 再试下啦，咁啊，咁啦吓，See you啊！